我现在用的是一个纯的 analog 的 tone， 首先先把它低两个八度调整一下比例，用 low pass 12 dB 增加弹性，不用让它跑这么高，一点点就好，多一点 attack。那因为原来的 tone 它有一点 low fi， 所以我们用第二个 filter 去把低频去掉160，进到 amp two， 用两个 filter 的破音，让它增加一些毛边，然后把音色调成 unison 跟 glide。拿厚一点。打开 Noise 模拟它的破音，加一点点 overdrive， 把它的破音比较密合在一起。